你哋依家見到個爺去啦。哎，等我嚟，等我嚟，踩就得噶啦，曱甴啲消息。驚就過嚟呢邊啦，唔會走過嚟噶嘛。其實我以前嚟呢度都係為咗一個女仔。誒、欸，小心啊，小心，有曱甴。冇事啊，冇事啊，我踩死咗。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翻張睇下。靚女，系，幫我手啊。哦。唔該曬你，靚女。唔使客氣，你見點啊？間唔中都會暈咯，不過一陣間冇事。哥哥，依題點做啊？快啲教我啦！婆婆啊，我想問咧，如果我想買曬呢度啲嘢嘅話，要幾錢到啊？我啲嘢都唔啱你噶啦，呢啲啱你啊！今日你個靚女冇嚟喎，埋嚟同阿婆坐下先啦。哦，今晚又买咩啊？想买件衫仔俾阿女啫。哦，呢个15元，呢个公仔啱你个女喎，20元啦。唔使啦，呢件啦，呢件衫仔得啦。哦，15元。哦，诶，找钱找钱。唔使找啦。阿婆唔惯收多人钱嘅，嚟。錢啊！這個就10元，這個20元，咁咪賣到啊多10-20元使咯。你屋企人咧？屋企人？呢啲咪知屋企人咯。哇！哎呀，唔驚，驚啊過嚟已經錯啦，佢唔會走過嚟嘅。幫我婆睇熱凍先啊！5元得唔得？呢个啊，呢个要20元喎，唔紧要啦，女女咁中意，20元啫嘛。嚟，5元啊，嚟。你话卖20元个公仔卖咗啦？系啊。嗱，你冇理由将一个公仔个脚踩过去噶嘛？系咪？咁所以唔会系脚板啦，我觉得唔系脚板，咁你觉得系手指？曾经我以为我嚟呢度只系为咗一个女仔。但是这一刻我才发觉自己原来在不知不觉间和这个地方建立了感情。我开始熟悉这里每一个人，开始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。
发现原来佢哋唔系我想象中咁。佢哋都唔需要人帮，佢哋需要嘅可能只不过系生存嘅空间。冇错啦，搞错新年都唔俾摆，人哋点样食啊？在他们身上，我好像看到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的风景，但其实我发现妈妈，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风景的一部分。其实以前咧夜墟唔系呢个位嘅，咁因为有人投诉啦。收，财哥。